轻的。哎呀，我才不要那油腻大妈亲。你不要那么演的好像我有多臭。你都不洗头啊？我没有都不洗头，我才两三天、三四天而已。你头是有多香？超香的，你想不出来香。你明明就睡我房间，你睡宝宝的床，宝宝还要睡客厅，为什么不跟我拍照？就看你，因为你头很，也没到臭。超臭哪有那么臭？我只是两天没洗而已 ，OK？ 这是你在那心理作用。你就是在那边夸大其词，你真的很夸张。没有，你去给别人闻，他们就吐了。我刚刚已经给大阿姨闻了，她也说还好啊。因为她怕你在那生气啊。不会，大阿姨很诚恳的一个人。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这边做作。我是讲事实，我不是客套话。而且我，今天是你要求要跟我睡的耶。我跟你睡，然后我给你拍张照，你还在那，我到底爱不爱你妈啊？哦，又来。妈妈非常爱你，又很会做菜，然后时时照顾你，但就是没有很爱洗头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现在就在。哦哟！你不要那么。演的好像我有多臭，你这样观众会以为我真的很脏哎！你都不洗头啊？我没有都不洗头，我才两三天、三四天而已。你头是有多香？超香的，你想不出来香。你到底为什么硬要跟我睡啊？因为我不敢一个人啊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这么鬼啊？什么鬼啦？毛毛啊！一个鸟很尖的嘴，那个是不是？对，那有什么好怕的啦？他又不会出现。弟弟说那是真的，他说在日本的博物馆里。那是已经算是一个艺术品了 ，OK？ Excuse me， 你要怕他怕多久？我要跟你睡多久啊？不知道啦哦。不要再怕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当你怕的时候，你就想想看你。又一个臭头妈妈，你直接回到现实当中 ，OK？ 年轻的，哎呀，我才不要那油腻大妈亲！哎呀，不要碰我枕头啊！真的很伤人呢。洗完头再来说吧。